如果乳糖不耐受的话，就尽量不要买啊。对，我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，这里面一瓶，你看这个真的很大的哦，看到了没有？很大杯的，那你喝吧，我乳糖不耐受。它250毫升一杯。是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加好了，三元极致纯牛奶来了，数量记得填一就可以了，领30元优惠券，数量一定要记得填一哦，是不是很哦？好喝啊，好好喝，香香的，甜甜的。哎，有点甜，它有点甜，好的牛奶都是有点甜。哎，有到惊讶到你吗？就好好喝，我可其实刚刚就想喝，在你预告的时候就一直很想喝，我想说你什么时候预告完，什么时候预告完，我终于可以喝纯牛奶了。然后我等了一个小时，我嘴巴都干了，口水都没了。好了，79块钱两箱啊，24瓶啊，你快点买它送给端午节的亲朋好友吗？都可以，现在买就可以马上收到货了。老板，你可以请他做你家代言人了，你家广告就是这样子，咣就没了。你们家广告，你们惊呆，因为我还准备 Q 你说你可以最快的速度把这杯牛奶喝完吗？结果就过，我一转头，哎，没有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嘴巴很干，我一直在等这个牛奶，我想什么时候我可以喝它，我嘴巴好干。我一回头，这一杯牛奶没有了，你知道我的心理阴影有多大吗？不是，应该不会有我鼓掌。鼓掌，棒，太厉害了。这个是特异技能，嗯，他每一瓶这样吧，我们请面膜哥哥给你来比一下，看谁喝的比较快。那我不划算，我已经喝了一瓶了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再喝一瓶。我怕上次喷出来重演。没，你不会，我们都喝下一个产品好不好？你喝下一个，下面你喝高乐高可以一次性吗？可以啊，高乐高很好喝。来，好，下一个三元牛奶、啊，大家可以赶快去拍哦。那个胡渣哥哥还在那边吃我们刚刚那个串串。对，胡渣哥哥过来了，不要再吃串串了。那个不上班在吃东西。要比赛啊！哎，我们面膜哥哥呢？不要再吃串串了。面膜哥哥，郑总来找你扣工资了啊！你这个上班那个面膜哥哥又跑过去吃串串了。面膜哥水放里面直接搅拌着吃。来，哎，不是这样，看你们两个谁快，这样不公平。我们那你换，那你们两个换。不是，我怕他不公平。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，他是没问题的。我们还是要在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场合。我跟你说，你喝这个吧，这个杯子我感觉小一点。哪个杯子？我感觉这个小一点。不是，我们倒统一的杯子不行吗？对啊，我们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你们真的，你们很认真，你们很认真。高乐高真的是你们大家可以去买一买啊。等一下啊，你先播他的产品，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价格。我已经介绍完了，就是如果你们刚刚买了三元牛奶的话，用牛奶冲泡的话会更好喝，好不好？用牛奶冲泡更好喝，真的更好喝。加一点牛奶。我们这是就是什么效果？节目效果不是大家不能模仿啊，不要模仿。对对对，真的渴了，我们是真的渴了。刚刚他吃了很多串串，渴死了。我慢点喝。你进来点，你进来点。就感觉我们俩在敬酒，新人敬酒，来敬大家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干了干了。我老公在看呢，我老公在看呢。3、2、1，走。哦，你很狠的你。哎，你他为了赢你，他赖皮，我没有，他这张全是。他为了赢你，他真的很狠。哦，这个男孩子怎么竞争心那么强的？他为了赢你，真的太狠了。裁判，请问是谁赢了？就是不分伯仲。从完整度而言，不应该是我吗？从滴滴啦啦来说，是你赢了。你对啊，从那个画面整洁感，你很完整。是我很完整，是我是你是你是你是。所以现在20%了。哦，还可以喝一杯。还可以喝一杯，不要了，我没有东西了，我所有东西卖完了，你可以下班了。那可以上一下。零食已经全部上，哎，我还没有上架，不好意思，高乐高，三二一，上链接拍立减。